说么子不追呀？你还没上用嘴呢。回家了。嗯。回家了。上学了。几岁了？今天是去补考的。啊。补考了。你要考分大大了不？大哥，白雪等那绕，你他打的他好老人，你在那面前你就装，咱这讲了，我们在这，你好倒霉，没呢，没两个老个大爷乱了不中间，用那么重。
杭州。感谢小杭州。在不到照。照了。照了。这个。那你要看这个干什么？学习很难搞的地。一路。OK， 妈妈去喽。拜拜。拜拜拜。多要这样子才哦。